嘿，嘎嘎好啊，嘎嘎好啊，哎，那么今天啊，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啊，Minecraft 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生存日记，哎，好的啊，哎，我怎么点错了啊？这边我是来测试了一下啊，好啊，这边是上回呢，我们是死在小白手里了啊，被三个小白侵入，这个也是特别的烦啊，特别的烦，哎，就这么死掉了。咦，好，让我们先进一下游戏啊。那么，为什么我最近不放视频了呢？啊，因为我最近在韩国啊，这个有点事儿。哎，好的，这怎么在我面前刷了那么多羊呢？你在逗我是吗？好，你绝对是在逗我。哎，好啊，行，哎，这个羊也是很重要的。啊，我说这个刷出来四个羊啊，这有点不科学啊。就在我面前刷出来的四只羊，哎，刚才卡顿了一下。我换了一台电脑，这台电脑的话，哎，前面都说什么了？顶级配置啊。哎，好，哎，你死了吧啊？要三个羊毛就够了。哎，但要看看的难度啊，和平，难，困难，好，困难，好，哎。哇，你好屌啊！你居然瞬移，看哥今天，哥可是获得撸管最高境界的啊！敢不臣服在我的麾下？咦，来撸一下树。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拍视频跟没拍似的，一点都不卡？哎，真爽！让我先来一下工作台，然后最快玩我的世界的方法就是这样。嗯，直接开始撸石头，然后撸三个石头之后呢，就做一个石镐，然后就开始啊。你也可以不做石镐，可以做一个石斧子，砍点木头，然后就下矿。这样是最有效率的一种玩我的世界的方法。嗯，刚才我们就浪费了一点时间，大家能看到。OK。再挖一点，我们右上角有个小地图的呀。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捡一个宝石度啊？完，如果你们还让我再跳大一点的话啊，没关系啊，32位就32位，一点都不卡，真的，一点都不虚。哎，好，我们先。哎，我又回来了啊！刚才怎么说呢？啊，这个有点暗了。对了，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好的问题啊，就这个调哦高品质之后吧，它就非常的暗。不信给大家看一看，老暗了。然后微调流畅，你看看，就明亮多了啊！哎呀，谁给我发 QQ 啊？那么烦，哎，真的是。好的。这些石头应该够了啊，31个石头。嗯，还有这个游戏老崩溃啊，就是它的一个客户端的问题啊，不是我这里的问题。我刚发现我做错了，好，先把这个工作台带走。OK，这回应该就不死了啊，我是真的不想再死了。好好录一下啊，然后就打凋零或者打骷髅啊。上回的话，电脑啊，也是那台就是旧电脑啊，非常的不给力啊，卡的不要命。哎，好吧，我醉了，我醉了，我醉了。哎。啊，还有我们三基友的话，会经常发出一大波视频啊，就是我们三基佬啊，三基佬，三位神经病，他们两个现在都不在线啊，不然我们三个就联机了。当然，这个观众我还是不能忘的啊，因为我不能答应你们的事儿啊，我不能反悔是吧？我就是答应在。啊，第8天我回复他了，就是说，啊，一定会开拍啊，一定会拍，我一定会遵守诺言啊。现在也是遵守诺言了嘛？哎，我后面有个骷髅，
正好给我送点骨粉，挺好。好，走吧，把那个骷髅干掉。这骷髅。Oh shit！ 这给我掉了一个骨头啊，没关系，挺好的。这第八天啊，他们那我这不是第八天，就是有的人呢，他说，哎，你这是第一次玩我的世界吗？啊，那说明你就不是我的老观众了，因为以前我是就是一直在做我的世界的视频啊，直到有一天啊，我就说我不想拍视频了，然后有几个人来说，哎，你可以不拍我的世界呀，啊，你就比如可以拍单机游戏啊，然后我就开始做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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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的啊。什么 Daisy 啊，什么 Anton 啊，什么什么特警啊，啊都有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有怪。哎呀，怪物哪里跑？看我插一个火把。哦，在那边，他应该过不来，或者说应该，他过来肯定还是会过来的。啊。这里还有，OK， 再往前看看，没了。哎，早知道把水堵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等一下 ，What the fuck？ 哦，对对对，我装了一个啊，这个动物模组，不配，动作模组啊。哎，这个路人甲呀，就是上次跟我一起。果然，就上次跟我一起拍视频的那个，就是刚开始我拍极限生存的，哎，我这个宝石都掉了。刚开始跟我一起拍极限生存的那个，就是小黄鸭子的皮肤的那个人啊，他现在不怎么爱跟我玩了。哎，还有啊，他那个瓦萨比啊，瓦萨比，他说他做视频的风格跟我不一样啊，没错啊，那我做视频的风格还确实跟他有点不一样啊，好吧。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啊，越谈越伤心，被人抛弃了，被人嫌弃了，哎，嗯，那里还有猪肉，哎，杀肉杀猪狂魔，还有啊，我告诉他子眠不杀生呢，他在他的微博里都说了啊，他只是降低游戏难度啊。不是他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吃肉的嘛，对吧？而且必须要吃嘛。他的微博这里说了，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那肯定不是子民的抓爱粉丝啊，连子民的微博都没有。这里没好多啊，我看我右上角有一个库，哇，这小地图有问题啊。这小地图贴图有问题啊，哎，算了，我们不理他。好，再往下看看，应该有铁。哎，有铁， nice nice。 来看啊，我看看我撸管。哎呀，我好像刚才说错了什么啊，啊，你们不要在意啊，你们不要在意，前面还有路。哎呦，还有铁，哇，好多铁，不错。我这个凳子坐得有点不舒服呀。哎，吸雾的猖狂，别爆。好，一下两下， Holy shit！哎，幸好没炸到我。哎，吓死宝宝了。好，继续往前看看，这里又有一个苦力怕。等一下，为何那么多苦力怕？小地图上全是，我勒个去！应该没过来，我真的不能再死了。算了，看那么紧张，
我就做一套铁套吧，因为我真的是有点虚啊，有点虚。就放这儿。OK， 他们应该过不来。OK， 来来来，一人一个。快给我 ，OK OK， 两个四个，先做一个护甲。哇，铁好多呀！哎，你快点炸，快点炸，快点炸，哎，炸吧，赶紧炸！你那么喜欢炸，我就让你炸。OK， 一个铁套出来了。既然一个苦力怕没有的话，再往前看看。OK， 哎，骷髅在这儿。哎，有两个，不过不虚，我有铁护甲。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装完毕，赶紧走啊！哎哦哦哦哦哦哦，好疼好疼！赶紧吃猪肉。哎，他过来了。Holy shit！ 你装逼啊！你装逼！哎呦天哪，我掉了好多的血。OK， 铁壶铲。我就先弄一个火把，火把。哎呀，我的煤不够多了啊！煤全在那个熔炉里面。又有小白，哎呀，好烦！等他过来。哎，你有本事就过来呀！等一下，拿好我的斧子。好，他就在这儿。少年装逼还想跑？咦，我掉了好多血啊。OK。烧完了，不过我血也掉得很快啊。现在晚上了是吗？哦，睡觉。好，先把铁帽子做出来，然后是剑。哎呀，好的。嗯，哦对，那里还有煤，不，那里还有铁。OK。我怕底下是岩浆啊。哦，终于好了。还有那边还有蜘蛛，哎，这边还有苦力怕，正好。我把我的斧子给消耗掉，哎哎，好吧，有碎石不错。What the fuck？ 哎，又爆了，砰！哎呀，还没爆，砰！哎呀。帮啊，对，我还有个稿子，太好了。啊嘞，好吧，这个游戏又卡住了啊，先暂停一下吧。哎，我又回来了啊。刚才呢，怎么说呢，是回了个档啊。这个游戏啊，这客户端它有问题啊。OK， 这个没有挖吗？还是挖点吧。这个浩杰，我弄一下合成吧，视频。别懒得再拍了。哎呦，我的保湿度不行，不行，我的保湿度，我被他灌脑底下，我就挂了。我刚发现这个严重的问题。
刚才让我回个血。检查一下游戏难度啊，困难。检查一下能见度啊，32。OK。挖一下煤。开个光影玩玩吧，开个这个。OK， 这个不错啊，这个不错。哇塞，深井的，不错。OK。带走你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开回原版的吧。人家还是有点虚啊。好，毕竟，哎，算了，不惹他去。来，啊，对了，哥感冒了啊，鼻炎，啊，我有鼻炎，打个喷嚏啊什么的，请大家不要介意啊，不要介意。哎呦，好了，碰的东西好多呀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点一下订阅啊，订阅就是对我的支持。哎，好，再做一点火把。用这个打住，一下两下，三下四下，哎呦，哎，好吧。好吧，你倒是下来呀。哎，我后面还有个奇怪，这会就能单杀他了。三下三四，哎，可以，好。OK， 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妈咪呀、啊。哎，我去！小地图上全都是动物，我勒个去！我勒个去！简直了！好的啊，那么本期视频啊，那就到这里了啊，再见。